现在下山，再走2个小时到登泉点，下山也不好走啊，看这个坡很陡。现在下午2:30，真的一直下山，看见这个藤条长多粗，长到那个上面去了。这蚂蚁夹你一下，你好大的蚂蚁啊！这蚂蚁非常大，这棵树非常粗，倒到这里路拦住了，坐在树上休息，再走5分钟，下面就有水喝。太阳出来了，这个坡下面就有水喝了。看到这个下坡非常陡，陡峭，下面都是河。我们休息一下，休息5分钟，往这个下坡进发。全是在那路，看多难走，还很危险。买的煤气灶，总算用上了，煮个方便面吃，美得很。接的河水，把那个鸡肉。总算到了河流，小溪流休息，搞点吃的。大的周围，可以了。煮的面，放了肠子、香肠。香肠。烦得很，妈的，自己吃东西都从来不给我们分享。这里一堆垃圾，很多在这里安营扎寨丢东西。煮了方便面，很好吃。方便面，挺好吃的。4:10，再走1个小时，到达坐船的地点。吃饱了，出发了。